You like the food? Hi, Jamie.这餐馆叫做Lendira，所以我们的食物来了，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是他们的海鲜汤，是有跟cheese在里面的，是有蛤蜊、螃蟹、还有鱼，那这个他们是总会拼盘，有牛排、鸡肉、牛小排、香肠沙拉。 然后这个是 Jamie 的东西，有一个炸鱼。Hi Jamie，那我来做一下市场调查，OK？ 这个路线爱吃辣的，这个很辣，这个非常非常辣，魔鬼椒来的。Jamie， how's the food？ Do you like the fish？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The soup？ 你看吧，我就跟你讲。 这汤一定要点的，对，是有 coconut， 有一点椰奶的，有椰奶香跟 cheese 在里面。这是洪都拉斯菜，洪都拉斯菜。这盘也很丰盛的，你看。Delicious. You like the food? Oh, you have a tattoo! Wow, Doraemon! Yay! I love it! Okay. 所以发现一个配方啊，就是这个汁啊，里面有点粉粉，所以啊，当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跟绿色的酱调在一起。 那就变成非常非常综合起来了。这个汤是绝对你要避免。洪都拉斯海鲜汤。Hi， I love you too。综合海鲜汤。